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丁丁，早一点起床不就好了吗？好，就让你们感受一下没有水的痛苦。停水。里长说，因为要清理水塔，所以呢，要停水48小时。水了，没办法冲马桶。妈妈，这些碗盘都发出臭味了啦！没办法，停水啦，没办法洗碗。还在那儿。爸爸，你怎么都不洗衣服啦？没办法，停水啦，所以没办法洗衣服。水不能洗澡，好痒哦！水怎么还不来啦？我快要被臭死啦！好怀念有水的时候哦！都是你经常浪费水，水都流光了。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？现在你们知道水的重要了吧？我们以后不会浪费水了啦，妈妈，你浇水快点来嘛。对啊，妈妈，水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？啊，那是什么声音啊？停水48小时，宣告结束。水，耶！有过停水没有水可用的经验呢？没有水真的很不方便哦。当打开水龙头就有水的时候，我们从来不懂得珍惜。等到没有水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水的重要。小朋友一定要记得有水用时的方便，不要随便浪费，养成节约与惜福的好习惯哦。